始哦。
最输的那一队伍要进行终极惩罚。终极惩罚。最终惩罚。就是我们浪梦成真的演，就是制作团队最狠的一次了。我听到也是觉得，而且最主要是我们到现在真的都还不知道到底处罚是什么，所以就让人觉得更害怕。对，我们这边有这个处罚，我后面有一个小处罚的栏位，我刚已经看了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就是有这种爱的小手啊，芥末饼干、纸鸭拖鞋、柠檬汁，以及这个神秘的。神秘的小惩罚，到时候我再为大家揭晓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好，大家期待吗？期待。有没有人很怕苦的？等一下，等你，你很期待，你很期待，很期待回答。我很期待，我很期待看到波波喝柠檬汁样子。其实我刚刚以为那个柠檬汁是什么辣椒油。哦，不是，是柠檬汁。我问一下，你期待吗？期待。哦，期待，他期待被受惩罚。没有，他期待，他看到怡真前辈。公演，童年。
AKB48TP 公演，公演，好大声啊！有田，有田，有田，公演。等下，我再一次，可以 pass 一次，可以 pass， 可以 pass 一次。你要 pass 吗？有田，没有田。公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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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演 ，pass 哦 ，pass， 啊 ，pass，pass，pass， 好，等下 pass 一次啊。有田，有田，换下一个，换下一个。有田。贾怡真，贾怡真，我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好可怕！贾怡真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真的。直播，直播，
小山美玲，她小山。小山美玲，哇哇哇！小山美玲，趴小山，趴吗？这是趴吗？对，趴小山。再次，再次，趴小山，趴小山，小山，山，趴小山，趴小山，小山美玲，趴小山，小山美玲，趴小山，小山。啊！够够够够够！加你加你，这个是有吗？有有有。有请准备啊！一二三，猜猜玛丽又有什么味道？对，尝一下玛丽又有什么味道？一二三。
这种钱，这种钱。我挡不到了。哎呀，马三美，你怎么听不懂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哎，他刚才说看我答案。对，那但下一题就是我看一下，下一题，下一题就会换过来。来喽。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。这一题的题目是在天上飞的东西。好，好，预备，开始。小鸟。放鸟。哎，太慢，太慢了。死掉的鸟。白鸽。什么东西？答太慢了，你在干嘛？
你要是认知组的。你确定？你确定？你真的表情好好微妙。你先挤啊！我先挤，你先挤，他先挤，你先挤，等到剩下一点点的挤完。
好的，好的，我们全
你在你是不是有点羞耻？好嘞，海好大，海力气超大。我跟你讲，我刚刚真觉得我被绑架。我是很怕的，瘦弱的女孩。最好是，超恐怖。大家皮擦擦，那刚刚你们杀我。好啦，那你们赢嘛？你们想要指定跳什么歌？Only Today。跳 Only Today。他不想跳。不是。那我们就跳一个往前的留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跳这个，往前留下。旁边有两个完全不想讲话的，不会，我们今天的 Daisy 组获得了相当多的奖励，
有奖励吗？有啊，就是饼干点心。他们俩有完全不想，你们有什么心得？然后健康的脚趾按摩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对身体很好。对对对，身体很好。我觉得很好。来，柏林，柏林有什么想讲的吗？就是。填游戏，那个填游戏的那个也是，就是这个是解锁人生成就。因为我觉得最大的惩罚是第二关露齿笑了，他刚刚整个把我的口鼻都捂住了，我瞬间看到人生跑马灯。没想到那个游戏玩那么大。哎、欸，你上步会很强哎、欸。对啊，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嘛。对啊。你很适合抓坏人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，所以我今天就是有人生大惩罚，你就不想被惩罚。没错没错，我真的是拼尽全力。嗯。那我们来问一下。先就把最后活动献给我们的一真，哎、欸，你根本也没想到你会输这么惨嘛！我因为你知道我一直跟他们说一真很聪明，我觉得他玩游戏应该会表现得很好。今天这个游戏真的是没有用到聪明，真的有啊！刚刚那个跳那个他也输啊，那个也没有用到脑子。那因为站第一个太有压力了，太有压力了。那你今天我都是站到第一个的时候才输。你这样参加完这活动有什么感想？说哦，幸好我要去。出去了，希望下次可以来个只要坐着的就好。然后有了，我们刚一真前面有说他想要那个圣诞大餐。哦。圣诞大餐。可是因为我们感恩节已经吃过那个感恩节大餐了，所以就是我们圣诞大餐可能要明年或后年。哦。对，如果我们节目有做那么久的话，一定会的，长长久久。都是九。柏林，柏林有什么感想要分享一下？不知道，我觉得好累啊。柏林真的很心累耶。可是我一直以为柏林玩游戏很对，我以为我玩的，我有聊，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应该蛮简单的游戏，然后结果我没有忘记，就是我的对手是原子，对，对啊，原子更疯狂的，所以哦，好了，那抽奖插播一下，抽奖的已经抽出来了，好，恭喜熊猫阿正，有永远神探一阵的贾尚廷。Yeah.
经验。我不会好吗？我怎么没有那么心累？你也被整了，我也是啊。哎，但你那我也可以吃吧。Oh my god.
心情，对，看我心情。好，暗示一下，可以暗示一下。好啦，那今天游戏王大家都玩得开心吗？好，其实嗎，那我再偷偷讲一件事情好了，就是其实那个圈圈叉圈圈叉叉那个答案我都知道。对，他真的要让我们越来越气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他知道所有的一切，你什么都知道。那我也想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弄到生气的，嗯，结果变得不知道为什么演变成我在生气。对，一开始的桥段本来是应该是我要玩到生气，对，你们两个要互相生气，对，然后结果玩到后面变成他在生气。对，因为我就想说完蛋了，为什么波波好像没有要生气的感觉？好，不然我来生气好了。好了，那今天现场来到现场粉丝，你们参与这出大戏，看得还开心吗？好笑，很好笑。哎，我再跟你说一件事，粉丝们都知道。那粉丝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